六十担山金针花季将在八月十号盛大开幕。江东城与环保所所长及农观科科长到六十担山会勘，并进行道路清理工作。而现在金针花已经开喽，花季将持续到十月十三号，欢迎全国的游客前往观赏。六十狮山金针花季将在八月十号盛大开幕。江东城与环保所所长、农管科科长到六十狮山进行会勘，并且进行道路清理的工作。现在金针花已经开喽，乡长欢迎全国游客前往观赏。花季将持续到十月十三号。富里乡的六十担山的金针花开了哦，八月十号开始啊，我们就是一个金针花季的一个开锣哈。欢迎全国的游客啊，来到我们富里乡金针花这边走走看看，你会满载而归哦。乡长江东城表示，现场六十狮山金针花季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，更是一场充满欢乐的庆典。乡长江东城诚挚邀请所有的游客来到六十狮山，享受这段美好的花季时光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